相仿，也不爱珍珠，却爱奶茶，讨厌洗头发，自拍却优雅，好几个未接电话。他说他最近想听流沙，又为他学了好久吉他，我不管他喜欢，早已经习惯，他怎么不明白，我需要和你恋上一天，全都各来一遍，分享生命一切，快点，我等了一年，野花放了一夜，我却彻夜未眠，等待你什么时候来进阶，需要恋上一天，我快疯掉一天，请拿走我一切，快点，我等了一年，不是昙花一现，大脑全是想念，我需要关于爱一点点。男女孩总是不接电话，可还是带走所有牵挂，我有点尴尬，在等他回答，一起看电影吗？他说他最近想要逃走，去一个没有人的星球，我不管他喜欢，还能怎么办，他怎么不明白，我需要和你恋上一天，全都各来一遍，分享生命一切，快点，我等了一年，野花放了一夜，我却彻夜未眠，等待你什么时候来见面，需要恋上一天，我快疯掉一天，请拿走我一切，快点，我等了一年，不是昙花一现，大脑全是想念，我需要关于爱一点点，已经陷入无法自拔，这是你就别形容吗，至少写不下的情话，我记得你家被你老妈骂，我像个傻瓜，他怎么不明白，我需要和你恋上一天，全都各来一遍，分享生命一切，快点，我等了一年，电话放了一夜，我却彻夜未眠，时候来见面，需要恋上一天，我快疯掉一天，请拿走我一切，快点，我等了一年，不是昙花一现，大脑全是想念，我需要